啊，我怎么在这里？等一下哦，对，删掉。等一下哦，好了好了，哎，我才想说，哎，我安妮我要去开台了哦，哎呀，可恶，你人怎么那么好？幺幺安安，纯思安安，诸葛安安，培根安安，墨镜安安，艾琳安安。小妞安安，安妮安安，哎，你们安啊，艾琳，你会几点到淡水啊？投影，哎，这可以讲吗？不是，怎么约的名单跟我想的有点出入啊？雨电安安，梦风安安。我等一下跑完图，应该两小时内跑完了。然后我有提前去献祭，然后还要洗澡。没有，我为什么不想提早洗澡？是因为如果现在洗澡的话，我的头发被耳机压到会变形。那变形之后，我又会 Q 摸。然后又会 Q 起来，等他们带我，然后就想说大概我十二点就出门嘛，然后我那个车搭一搭到淡水应该是二十分左右，我到处逛，啊，不然安妮来淡水后我也带你逛好了。哎呀，所以安妮你是从？大半夜就是玩到现在哦，不是玩啦，你休息到现在哦，你很强耶，我以为你会被原始搞到真的没有办法玩，啊，没想到因为小美让你玩得下去。适应力超强，我适应力，你说台湾吗？那就住下来了啊。下一个要住在台湾就是小鱼了、欸。DP 安安。我讲话是没声音，有啊。怪了，我最近睡太多，我最近好容易睡着、哦。我今天应该说昨天呐、啊，我昨天醒来时间不到六小时，又好想好想睡。
那时候早上起来几点啊？忘记了，好像就是醒了4小时，大概到中午左右就去睡了，然后一睡就睡到了下午。那时候看到哦，番茄开台了，我说安妮有没有玩世界？然后就在等他回讯息之类的，等着等着就睡着了，然后就醒来说啊，完蛋了，安妮有没有开台开世界？然后就去打开来看，哦没有哎，然后就又躺回去睡。然后睡着睡着，幽离子在打斗阵呢，就挂着，然后就醒来，大概2个小时又躺回去了。哦，最近好容易睡哦。啊，好祝安安，哑哑的，你说声音吗？没有啦，我醒来很久了，一定太久没听我声音了，才会觉得声音哑哑的。我声音也可以很正常啊，像这样子啊，有没有？啊，声音也可以很正常啊。嗨，夏曦。啊你，啊如果你今天魔物是 PC 对不对？啊你充等的话，如果我早点回来，你要带我吗？你愿意让我陪着你一起打魔物猎人啊？你愿意关掉你的血条，让你信任我吗？毛西安安，哦，你关掉血条没问题，你根本就不需要血条，有我在，哪需要血条？除非我也关掉血条。你谁？不愿意？我是跟安妮说话，不是跟你说话。我谁？我是繁星。还是我一直听成展龙翅膀的关系，怎么展龙翅膀啊？你是说那天吼到喉咙很痛吗？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因为那一天吼太用力又好累，都是那棵植物的错，那个植物害我喉咙痛。这样讲虽然有点奇怪，我是不是在欺负他啊？你是不是？是不是现在在激战，没办法讲话，没办法打字，平平安安。暴气的部分哦，天哪，我没想过。不是哦，斩龙就算了，他连就跟他讲说，你可以站前面一点勾头，我就看他的角度，就怎么看都会勾到手，而且他就真的勾到手，然后跑到头的地方去，哎呦，没有撞到墙，都睡觉了，躺在那边让你撞了，啊，他还可以在那边，哦，气死！黑石烧了吗？快喷发了哦，还没。黑石还好啦，我想一下，黑石是在那个吧，峡谷不是吗？没有喷发还好啊，喷发是4个小时不是吗？还好啊，我早晚会，我等下就走过去那边了啊，那不急，对吧？最近对跑图的欲望没有那么积极了啊。对，好吧，对，好吧。昨天的啦，昨天的比较夸张，是昨天最后一次喷发是5点，然后我就5点啊，5点呢，最后一次，赶快去捡金人。好了，要动用到干爹之力了，来，咱们来烧八人们。
木花早安，是睡醒还是还没睡？你不是都大夜班吗？雨淋喷发超吓人的，你说昨天吗？昨天还好诶，昨天我一个人烧的诶。睡醒了，早安早安。等下幺幺你太，幺幺你不是在挂雨淋吗？完了，展龙翅膀出现了！没事，对不起。作息回来，工作直接早上才搞哦。好的，各位来吧，酷哦！每周一次的网剧，来吐哦！每周一次的网剧开始，限时七人。教主，等我一下，我过来帮你扒人门。挂着先刷牙洗脸。我想说，我出门前再来刷牙洗脸洗澡，洗香香。你哭屁呀、啊？我声音变了欸，我觉得我声音变了，鸟叫声是不是有变啊？我听起来感觉不太一样，雨林，挂到没火了，表示你馒头都有吃到啊。声音变回来了。没有，刚刚几声都比较尖呢。少两个。波波安安。小月早安，还好，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不然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今天好懒得出门了哦，估计要把我抓出去了。我在想要不要赶快在万圣节前面养一只无翼了，红糖枣。2、4、6、7，减一，减一，快，红糖，进来，找一个，哦，是珊瑚哎，啊，枫糖不用了，谢谢谢谢谢谢。哎，为什么要抢别人的繁星回来？哎，感谢感谢，好了，感谢你们参与今天的啊，枫糖上线了，糗了。
哎、欸，艾琳还在吗？要离开的时候记得提醒我去星巴克领一下那个生日礼物，生日蛋糕。因为那时候生日蛋糕的价那个兑换券我还没换。没想到星巴克离我家很远，就离捷运站超远的。想说，哎、欸，刚好你来，那又有星巴克，会经过星巴克，我去星巴克领一下好了。没办法，需要双开带我无疑飞不了。为啥？我想说，如果先拿的话，啊，过去如果吃太饱又吃不下，想说带回家吃好了。我原本想说18号那天帮你解决 Switch 双开的问题。小美喷源是真的好快乐，是不是？是不是来不及万圣节前了？什么万圣节前？什么东西？什么 Switch 问题？然后万圣节番茄在讲什么？你要出门一下了，拜拜。好，拜拜。番茄，你在说什么话？安妮，你找到那款游戏的乐趣是吗？没有。啊，就你推锁杰恩给他哦。你一开始推就推错哦，没有，我觉得你应该是也是算推对啦，就是推对了那个角色给他，不然他不会知道那个云氏的可怕，他只知道小美的快乐，不知道云氏的可怕。他是说那个诅咒魔法在 NS 没办法传染给别人，我没擦，我又不喜欢传染给别人，人家传给我，我会删拒绝啊，不拒绝啊，就这样取消而已啊。哇，是繁星大大、欸，汉王安安，哎、欸，当我没说没事，汉王怎么还没睡、欸？对啊，你今天是 PC 120嘛，对不对？那如果我在你开台前赶得回家的话，我可以跟你玩吗？你愿意跟我玩吗？不是啦，你下播后我私你给你看哦，照片就不要了好吗？繁星，你怎么知道我没睡？猜的啊，就跟猜拳一样嘛，对不对？只是这个猜拳是二选一啊，睡或没睡而已啊。老居早安。哎、欸，老君，你是要搭车还是开车啊？99%的几率是搭车，对吧？我看一下你家是否装针孔。我现在唯一装的针孔，不，唯二装的针孔是两个主播的家。啊，不会是男生的家？大众哦，那可见。那你几点到家？到哪里？到你家吗？啊，那肯定的。我们应该没有晚餐局啦，所以理论上8点前会到家。他们有晚餐，我应该也是推掉，为了回家玩游戏。你好扯哦，繁星。静安安，对啊，就是。是啥？我想一下，我要说什么？哦，没有啊，就最近干嘛？我要讲什么？哦，最近睡比较多啦，我怕我在外面太累。我也不知道欸，我有办法又回到一天睡18小时啊？
差点就把光遇的每日给忘掉了，我甚至忘记今天是礼拜六，所以想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啊，不行，要先跑图，先赶快去跑试炼，不啦，跑献祭，参观房新家，你要想诶，敢不敢在夏天的时候来我家？萝卜拜拜，主席加油，敢不敢啊？我们在8月的时候来我家，我们就在楼上待1个小时，我就看小鱼的脸有没有会很臭，臭死了。你敢？你才不敢，好不好？那是真的没有风，完全没有风哦，风是吹不进来的哦，42度、43度，8月在繁星家开派对，没有，那叫尸体派对了吧？但今天不热，很适合参观。那搭轻轨就好啦。他说："我家看一下就好了啊，你们就可以搭走了。轻轨看得到我家。可是很没意义啦。"你先忙挂台，好的，拜拜，拜拜。叮，笑死！海胆快好了，我要吃海胆吗？我感觉好像不用。有没有吃海胆的？可以现在传我哦。没人要传 可悲，可悲啊！繁星，奇怪，我记得有一个东西一直想要提醒，怎么忘记了啊？忘了 barbecue 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变这样？变成 barbecue 了，barbecue 了。白熊早安，不过有人该睡了啦，半夜2点的还不睡觉，不知道在干嘛。
啊，汉王说什么？我的生日。哦，卡卡卡！哦，怎么卡？哇哇哇哇哇哇哇！手机爆了，手机爆了，手机爆了！我的生日，我生日过啦、啊。黑暗已降临峡谷。想说你忘记什么？拜托，我的生日怎么会忘记？只是我忘记我几岁了而已，可能就是正负一这样子。啊，确切年纪真的是有点，想说，到底是加一岁还是加两岁？后面都已经忘记自己几岁了，都直接报作机缘啊，或是那个属什么生肖这样。哎、欸，提醒你把忘记把你明年生日记啊，你提醒了什么东西？没事啊，忘记就算啦、啊，对不对？对不对？忘记就算了啊。啊，跑完一张图，帮我吃一下 YT 广告。看一下哦，哎、欸，还是，哦，这里。啊，好像跟珠子有关呢，我怎么乱想，一直忘记呀、啊？好像珠子有什么东西要想到，一直忘记。哎、欸，珠子是18号吗？11月18嘛，对不对？你这里石头烧完了要来吗？没差啦，那个黑石一个人烧也很快啊。星巴克不是啊，星巴克刚刚已经，那也不用提醒啊。想说我要离开淡水，看到星巴克应该也会自己走进去吧？没有，我比较尴尬的是，我唯二进去星巴克的时间就只有。跟别人约见面是约在星巴克门口，不是里面。这也没有在星巴克里面喝过东西，好贵哦。11月18，哦，好。好了，各位，11月18号哦，没有要睡觉的哦，注意喽，各位。没在客气的，是不睡觉的哦。OK，等安妮的攻略影片了，直接再跟她同时通话，跟她讲说，让她听她的攻略影片。哇，完美！真的没想到今年可以认识到安妮，更没想到会认识到番茄，对不对？那个可以让我大吼大叫、伤我喉咙的人。呵呵，
在线攻略，没有。其实他，我他，诶、欸，他的影片那时候就是光是阿尔宙斯吧，那就是什么刷伞攻略啊，他不是有说四种方法，你知道吧？那个几率就是普通的4096，那再加上就是有闪耀护符，然后课题完成跟大量发生4个。那时候我就看很久啊。我不懂，我就会一直在拉回去，一直看。所以他的影片我其实也都看很多次。他现在应该也在玩小美，然后在一边笑，一直讲三八啦。我很容易担任影片的主角，哇！你串了我好多部影片哦。想一下，那个神经病院啊。再想一下，好什么啊？都是你在搞，这是 VIP 的一帮我攻略哦，真的假的？这么好？如何快速刷出色为胖丁？玩这个攻略就好。色为胖丁，效果在。哎、欸，白痴，我看错，我看错了，我看错白痴了，我看错聊天室了。陈陈安安，因为我刚刚直接锁定在 YT，然后忘记看 Twitch 这边聊天室，然后奇怪，怎么好像老居的头像怎么变小了？啊，对啦，我还做梦梦到我在玩充能斧，哎，笑死！我那时候是看一下影片啊，然后就觉得说，哇，我是奇才吧，马上就会玩充能斧了。看看大家是遁地呢，还是用踩的呢？我陪你，我陪你，我陪你，不要学他们。在遁啊，笑死！所以这边比较大，不是啦，是那个聊天室的那个合并聊天室的画面呢、老局很大，某方面来说的话，各种都很大。综合评价，欸，都很大。不要动画，不要动画。跑，赶快跑！拿了，赶快跑！谢谢。脾气大小我分不清楚，脾气小还是脾气好啊？脾气小才好啊，脾气小就是脾气很大就是动不动就爱发脾气啊，啊脾气小就是不太会发脾气的意思啊。但我脾气很大啊，
看不出来吗？我脾气超不好的，对男生来说，对男生而言啊，我脾气很大的，女生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下意识不小心可能骂出白痴之类的，我都马上道歉。看看我前天把安妮凶到哭出来啊！那时候的我怎么了？竟然可以把安妮凶到眼泪掉下来。她那时候哭着，她哭着对我说：“关心你凶屁呀！”怎么可以把那么好的妹子凶到哭出来？天哪！难怪我都凶你，我还没凶过你哦。主要是玩游戏啦，玩游戏就会变得比较认真。那是以往呢，我近几年脾气真的有好比较多。不过也是看人呐，那个猩红祭坛被敲掉，真的是有点傻眼。哎，有些男生喜欢看女生哭，哎，我不行哎，看女生哭，我会无能为力哎。因为小时候不是一个被安慰到，哎，也不是安慰啦，就是我不是一个被安慰啊、被夸奖到大的人，就是小时候生长背景都是理所当然的那种啊，这个你会做很正常啊。他、啊、不会做就是很不正常啊，那样子不会有夸奖啊，不会有鼓励之类的，所以变得就很不会夸人。安妮凶回来，要不要通话啊？要不要通话啊？给你凶我的机会。欸，他说他也很凶，他说他还没对我凶过。我说，哇，我觉得日子快了，天国近了。嗯，他也没有对我凶过啊，应该吧？番茄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有人凶你啦，只会白眼你之类的吧。可能他讲出了哦傻眼之类的，你可能不知道而已。看看你上次那个第一把的大，直接原地开大，早知道我就玩新美塔了，我就帮你把大丢进去给他们。感觉安妮应该是网络上不会凶人，现实才会凶人的。阿布，啊，我不一样啊，我照样凶，嘿嘿。那个只有你看到，不是吧？对面都看光光了啊。想被他凶一下，哦，这个凶我也想。话说圣诞节，繁星可以考虑让一些女兵入坑，有足球包那个，不是，我讲了啊，这游戏很吃重啊，你拉人家入坑啊，人家最后只为了玩这个，只为了玩足球什么的，没玩之后啊，不是很奇怪？
你要想欸，我不会为了短暂的快乐去害一些人，我都是思考到很后面很后面。就像安妮没有玩这款游戏，我就不会一直提啊。啊，番茄不一样啊，番茄就是觉得哦，这游戏好玩，你就是适合你来来玩吧，安妮。可就是提安妮，这个有零氪头哎，要不要来玩？这样子也不是不好啦，就是我会比较觉得说，你看我既然把人家带进来了，啊，我是不是要好好带人家跑图什么之类的？你看，虽然我是最近会跑图了，可是万一如果他也在等我跑图，然后自己也没什么空，没有什么时间，那是不是先不要玩比较好？虽然这游戏是越早玩越吃香啊，可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玩啊，对不对？有些人还是喜欢玩原神啊，不喜欢玩光遇啊，明明就。来，我们再来捕获光子啊！哎，不是，翅膀不够。野安安，影儿安安。知道有女 V 在玩呢、欸，哇，这也可以是不是？哈哈，这次没有抓到光子喽，没有捕获到啊！小陈，你输了，怎么可能捕获到嘞？对不对？怎么可能让他捕获？哪个女 V 在玩啊？扫描谁 ？Twitch 还是 YT？ 我去 follow， 我去 follow。要带吗？我是自己觉得非义务啦，就介绍一下，尝试玩一下。你说搜寻早苗吗？我去看看。早苗？你是说早苗 S A N E A A S A N A E 这位吗？是吗？这一位吗？我还记得早苗那时候高雄活动现场直播，我还在他直播问有没有那种光遇，可惜来不及。你打早苗光遇，之前跟晨晨有一起看谁？早苗空白光遇，啊，不是同一个人吗？卡光遇的热门景点，拜托这次截取卡乖乖的这个吗？好，好，先订阅。不是啊，人家看景点呢、欸。哎、欸，他搞不好比我玩的还久哎！等一下，我去看一下他衣库有什么。我看他的衣柜。等一下哦，衣柜没有，我好像玩的比他久。哎、欸，不对啊，他好像跟我同一时期玩哎，他好像重组季才开始玩的。好了，我回来了。应该是我目前看不到你画面，白色头发的嘛，蓝色眼睛的啊。人家上个月发很像，还带朋友入坑直播，也都是女 V。哎呦，没事啦。好，这游戏本来就男生比比较少啊。汉皇，你又要干嘛？啊，你先去试试看嘛，我听一下人家的声音好不好？好
啊，有了有了有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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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然后还有这些，有很多衣服可以换。我现在是用这个，用这个绿色的。哦，声音可以，好了，各位，请去搜寻稻喵，然后 SANAE.CHR。各位，你们可以去多听听人家的台了，有玩光遇的啊，各位，就一个光遇主播可以听了。社团二十年的时候，就很多人说这款男生很吃香，还好欸，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说啊，这游戏大概十个人里面九个都女生啊。你看当时我当时在玩的时候，我身边完全没有男生在玩、欸，当时那些小会师清一色都女的。找懒懒来玩，懒懒他就说：“哦，这个游戏会 3D 晕。”我说：“啊，你怎么晕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真的有玩这款游戏吗？你把游玩时速你贴出来，就他只开了大概两分钟，他就关掉了。”我说：“你这个根本连前面东西都没有剪吧？”他说：“没有打开就觉得晕晕的，就没玩了。”你又干嘛了？来当耳男？没有啊，一起啊。啊，改天等加到他好友，我就说，哎、欸，大家看，我有他好友了。好，回家。好了，加固我来了。奇怪，我早已订阅。嗨，小仓开台辛苦了，辛苦啦！而且早苗都会念大家名字，你讲的好像我不会念你们名字一样。干嘛？橙橙底线光遇小玩家，早安早安。小仓与艾里，早安早安。我明明就会念，除了联动那些以外，没办法。你今天跟那个联动的妹子，那、欸、也是鏘鏘的哎、欸。你都不念哭了，我有念，我要念全名吗？可是你说这个就是小仓啊，你说艾里会有他自己的账号，所以我才说小仓安安，对吧、啊？那边不爱刷牙的，哎、欸，我跟你讲哦、喔。他不是说他的牙齿就是蛀到已经变成盆地吗？就是中间空一块。那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原因是因为之前就是我就是后面的牙齿嘛蛀掉了。结果那时候医生想要就是帮我补牙的时候，他忘了用那个开止痛药什么东西给我，就晚上很痛，真的痛到睡不着。我就拿尖锐物把那个补牙的地方掏空。因为隔天就是过两天不是要回诊嘛，啊医生看到说啊怎么空了，我就说就是咬东西，然后就突然掉下来，我说谎了，对。那后面他又帮我补了，就又不知道为什么他神经没抽掉还是怎样，又很痛，超级痛。那我又再次把它拔掉，然后因为那时候医生说不用，补完这个就不用回诊了，然后就没有回诊。直到后面有一次就是吃东西吃到我就跟我家人说我牙齿断掉了。然后就看了一下，就是我后面的那个补牙的地方断掉。阿舅回去发现说已经蛀牙蛀很大，那个已经没有救了，所以他是用镊子把它镊那个压碎，然后一根一根那个抽出，好像在抽玻璃碎片一样，把牙齿抽出来。所以他那时候在讲的时候，就是哇，好像我。他在做 play 玩陪玩，哎呦，你也是挺厉害的，厉害吧？那再就是我的门牙啊，不对，我后面的牙齿是那时候不知道咬什么硬的东西咬到断掉，然后的门牙是咬鸡排咬到断掉。啊，各位要好好保护好牙齿啊，不要
要去羡慕什么不会蛀牙的体质，那是不可能的啦。一片一片拔出来，而且重点是它没有拔干净。我回到家之后发现，就是有一个好像也是没有清干净的那种小小牙齿碎片在里面，我就亲自用手那边把它抽出来。那里来铁龙王，看一下我刚雨林拿完了吗？勇者正太谁？到底是哪个白痴说我哪来的正太音？到底你们耳朵是瞎了吧？那鸡排到底有多硬？是脆皮鸡排啊？没有，你要想一下我的牙齿到底有多脆弱。不是鸡排硬的问题，是我那时候门牙已经就也是住到里面，然后也是空心了，就是咬一下突然断掉啊。我是说你那时候时期的正太谁？哦，你说我蛀牙正太时期是不是？啊，没办法、啊。欸，没有哦，我那时候已经出社会了。我那时候牙齿断掉是出社会的时候，然后后面那个自己把那个牙齿碎片是国中的时候。我要也是要萝莉音，那这更不可能，好不好？我只会北北音。你知道，如果真的要配。要学会配音之类的，我最想学的就是工藤新一的声音，我觉得很棒啊！如果你今天这个实况组他的声音就跟动漫人物一模一样的话，你会看他的台？肯定会嘛！就算他玩得很烂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也是为了听声音而来啊！黄子佼谁啊？不是谁，我知道是谁啊！为什么要学他的声音？拔牙齿这边是国中没错，正在最受欢迎的时期，发育起来什么东西？我只有难听的声音。谁？然后最近有一只宝可梦很奇怪，我都不知道它会学会鹦鹉学舌这个技能。整天那边学我咳嗽最近有认识一个，刚好昨天也是去看番茄台认识的，番茄有介绍到这边，但他好像还没起来。谁？哦，你说实况组吗？昨天番茄的台，昨天番茄打，你是说要打世界的时候，还是玩光遇的时候？我睡醒的时候发现他在玩世界，已经是五小时前直播。等等，是我有介绍来他来这边。光遇叫鼠之，嘿，我有跟他打过招呼吗？但人家是男生，可惜了。不是啊，男生不是重点啊，重点是，重点是。我有跟他打过招呼吗？欸，好像有欸。我是有加过他好友啊，我有加过他好友，我想起来了，有，上个礼拜的事，还是上上礼拜，反正这两个礼拜的事，我有印象了。有印象。赞哦。牛奶巧克力安安。还行吧，你看我的记忆力，我还是没有睡掉的吧。我说睡着的睡。猛爆睡龙。欸，安妮，我跟你说，等主线通关毕业后啊，世界还有更多好玩的东西在等着你。它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要拍环境生物啊，就是它有很多
一些小支线任务，一系列的啦，还要寻宝啊。它里面有寻宝任务，然后有拍照任务，然后有抓环境生物的任务。安雪莉安安。请你来提两瓦。啊，无惊头顶。耶，繁星进步了。组织有玩《魔物猎人》，几乎都有玩。他的声音就是配音专业超神了，真的假的？好好，好羡慕哦。可是配音那种东西，你也要咬那个啊，去什么正音班，对不对？咬字要清楚啊。当时听身边也有在去那个学配音的说，你正音班那边也要练个几年。嗯，但他的台就是一个未发现的瑰宝，一直。他在 YT 还是退取啊？啊，如果以后观台结束有就带过去啊。没事啊，我台也小小的了，我是已经被开发完成的。尝试考核，看有没有办法上声音配音班 ，YT 退取同时开。好啦，你都这么推了，去看一下。五只嘛，数只最多几只？五只。来，先订阅起来吧。啊，然后昨天有人揪团过来，然后昨天有一个白痴哦，为什么听到声音啊？白痴，白星，闭嘴！有叫水瓶瓶子的，我知道，如果看到他开台的话，我会把人带过去，因为我说过嘛，双开的视窗不会有那个跳通知，那时候有人揪团过来，都说哎要提醒我这样，结果那天有人他揪过来。就是没有感谢到啦，因为他没有打字，然后就是结束后看了一下退曲说哎、欸、有人揪团欸，每日晚上七点有时候突然在 DC 跟他说暂停，每天晚上七点吗？有哭不柳青安安献完了吗？什么献完哦，投胎完了，现在在跑金轮。哎、欸，不好意思，刚刚峡谷的石头我是没有烧到啊，白痴。没事，等一下会再跑回去一次。勤勉的台主啊，以前我也是啊，直到上次之前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好懒得开台。看看崛起也是每天玩啊。莫学早安，封堂上线了啊！不是出门了，都到家了，上班辛苦了，出门辛苦了，吧？每天跑完好难，每个礼拜跑线好难，我也没有每天都要跑那个啊。我没有每天要跑到灰啦，那是曾经的我。不过那也不是我自己跑到灰的啦。应该说，他这一次，他这几次活动给的那种挂机的蜡都好少。
不像以前那种喷发很夸张，就是你大概吃到它喷发结束，你再去跑个两次海胆一次，两次海胆两次馒头就可以回了。他这次都没有哎、欸，这次他像那次慵懒季前谁阳光日，阳光日给的那个萤火就好少，那时候篝火都不会自己喷到身上来啊，失望。对啊。红糖安安，就期待一下那个十二月的那个圣诞节的了，小雪屋里面的，看小雪屋会不会让我后悔，让我失望？哎，但愿不要。以前我在小雪屋里面，哦，我记得以前小雪屋还会播一个好像 BGM 吧，它好像有版权歌吧。反正大家一定听过那首歌，佛系跑，对啊，现在就很佛系了啊。那只是剪金人还是要稍微顶一下啦，因为小山丘那三个那个小黑人不确定能不能完全献啊。像我今天去献祭的时候，走到最后还剩下八个翅膀。最近佛很多不太能佛，对啊，所以可以的话我都会提早问尤里要不要跑，他如果 OK 的话赶快带他跑到至少加倍结束啊。等建成安安，这个惊人，好啦，做一下啦。然后这个地图也是啊，谁知道掉的惊人刚好是在这里。噔噔，两个礼拜前说找时间来找做地图，啊，到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做过啊。繁星，你好扯哦，繁星。不好意思，我现在才看懂你的大头贴，你是这个是把胸，不是胸部，衣服往外拉的吗？我刚想说是什么安全帽。安全帽。我本来要带他跑那个木土，可是我发现说我剩下八亿而已，跑木土好像有点硬。我想说今天就先带你稍微跑跑，然后请他去挂在那个雨林的篝火那边。我觉得八亿跑木土太硬了。我说啊，亮亮的，最近活动太多，还有什么活动？万圣节除外，没了吧？下一个活动不就是圣诞节了吗？那个新的披风、小雪人、球门，还有什么防风眼镜？不是啊，那个球门
啊，万一如果场上八个人都有球门直接放出来，不就十六个球门了吗？这样怎么算呢、啊？啊，对不起，有一个忘记了，自由人家族暗月安安。对，刚刚聊天被盖过去了。没关系，那我教你一下哦、喔。那个系是四声，没关系才对。硬要纠正，没有啊，就是那个关系是日本那边的关系。哎、欸，啊，其实中文要打没关系，它就自动帮你把字挑好了。好哦。哎呦，已经到这里哦，去老地方等我。安妮，救我！在那边喊哎呦，已经到这边咯。那时候感觉安妮就是比较喜欢万圣节。大过圣诞节的人，还是因为当时动森圣诞节的影，圣诞节真的是活动太少了。爸爸爸爸爸。哇！动森圣诞节算很丰富哎、欸，我忘记圣诞节是什么啊，没办法，万圣节那时候我就已经，我的脚已经跨出棺材了、啊，我的脚已经从棺材里面出来了。我觉得好像圣诞节我没什么发了哎。啊，倒是那个啦，那个啥，啦，那个什么，泰拉瑞亚啦。这几天不是万圣节吗？它好像地图上就是会有万圣节的东西了，不用再去触发万圣夜。黑石，我来了。奇怪，我之前光遇都早上开还是下午开啊？自从回到健身房之后，都是一大早就开了、欸。天哪、啊！哎、欸，不可能是下午啊！下午那时候碰到三点，我怎么可能会开光遇啊？奇妙了。上午啊，我记得是上午啊。啊，怎么每个人都在那边说今天怎么这么早？想说啊，我之前有很晚开吗？我都九点十点左右开。原本从九点默默变到八点，啊，没办法、啊，那时候等一下哦，一点刚好健身完嘛，吃完东西洗完澡刚好八点啊。
欸，也还好吧。今天声音会不会太小啊？还是因为我把娃娃挡住麦克风了？这样有没有比较大一点？我发现昨天、前天被番茄气到声音太大声，想说如果后面又爆麦，就把娃娃拿出来当防喷架。不过看早苗裤子好像有点少哎、欸，是有看到他的那个小王子季的裤子，可是他这之中有些复刻的裤子好像没换到哎、欸。那以后你玩娃娃就应该不离开了。他说哎，今天有番茄哦，等一下我把娃娃装上去。我的爆麦到我自己都被消音，我会笑死。你被消音了啦，听不到了啦。哇靠！你还敢这样嘴我啊？啊，还敢这样嘴我啊，番茄！菲律宾那边风超大，台风刮到那边去了吗？还没吧？我是两只，你有病啊？开两只干嘛？不是啊。你说小白猫啊？怎么你的猫颜色不是白色的？啊，你怎么不带白色披风？哦，还没灰哦。完了，然后被溺死。上次也是在这边要我按叉，就差点溺死在水里。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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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级白斗好亮，水母斗嘞。啊，不然光瑶啊，小光瑶的披风啊。衣服也是，那个啊，这一次无袖的那一套嘞，现在菲律宾又上了，这样子哦。小号还没到那哎、欸，哦，我以为你全部毕业，那时候我也是吓死、欸。哦，知道你没有全部毕业吗？那我就替你感到安慰了。看一下今天大辣哦，深渊记昨天跟番茄讨论说，最难的部分技能就是在小丸子那个深渊，因为小丸子很什么什么哦，等一下哦。看一下今天的大辣，听你的大辣，沉船、大门、屋顶，好，
全部必要又要破万呢、欸，不要啦。这种东西封一年封个一次就好了。但是台风如果真的跑到台湾，要很注意，感受属于巨型飓风型，但愿。没事啦，台湾往年风灾一大堆，也不是说没事啊，就是怎么说，就住在这片土地上了。住哪边最好？台中。所以他们这次来淡水，我想说疯了哦、喔！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万一如果碰到台风天或下雨天的话怎么办？我说这样才好啊，这样至少下雨天还是在你的领地附近，你还是会出门的、啊。我说你要想不一定哎。昨天地震，你跟苍王跳恰恰，这是什么游戏？光遇。我昨天躺在床上就想说，应该是在地震吧，可是我好累哦、喔。一连就是啊，压死我算了，完蛋，我好像没带火盆。怎么没声音？叫给他听。这款手机找得到 ，Switch 找得到。盼盼早安，哇，被你气死哦！看你的蜡烛丢在那边，想说看一下你留什么，一点开去，万圣节快乐，然后把我变成黑，把我变成黑炭。我想说盼盼又发生什么事情，点开来看一下啊，好啊，被整了。没有啦，没有啦，白痴哦、喔，怎么跑这边都会被撞啦？回来。哦，繁星真的是扣了。我上次带了六个人在那边翻车，笑死。那时候就是在看说，应该过了吧。如果发现没过就是天顶三花。繁星不能被压死，还想看怎么压死。哦。拜托，这东西也不止你想看啊。啊，我本来昨天要去练的，可是昨天真的好累哦。不对哦，我昨天好像更早睡哦。昨天好像早上九点就八九点就去睡了，睡到中午起来一下去尿尿，然后下午继续睡。哇，我昨天好像真的睡，如果没醒来的话，我应该也是睡了26小时吧。几个拿了？一、二、三。拿了吗？
你现在是几天练一次？都是两天练一次啊。其实来讲，应该要每天去练啊，只是每天练的部位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天是胸肌，然后第二天肩膀嘛，第三天就是背肌。哎、欸，不，胸肌，然后背肌，胸肌啊，肩膀、胸部、肩膀跟大腿应该要这样子练。他、啊、为什么没有腹肌？腹肌就是可以跟肩膀一起同一时间练。就比如说，礼拜一、礼拜三是胸部，那礼拜二、礼拜四是肩膀跟腹部，然后礼拜三、礼拜六是那个腿部，那礼拜日是就休息，应该这样子啦。每天去这样子，可是我不要，每天去好累哦、喔，所以我都是。每两天直接练肩膀、胸部、腹部、腿部，就一次都练完了。然后就是休息一整天，休息一天，然后隔天再去。鬼斗不持久，安安不持久。哇！卡住！行动电源啊，谢谢你。腹肌，我看大神教学是平时没练的时候走路，最好是也是缩肚子，屁股夹紧。嗯，没有啊，你还是要让你的腹肌去休息啊。他没有时间休息，他摄取不到养分之类的啊。哦，而且早上用手机跑一下暴风眼，哦，就很顺，天哪，直接一次到位。一次到位。嗯。用收掉没声音啊，不好意思，很差的感觉，没人。你好，嗨，你好，秦林安安，还是内玉？
欸，不是，你没有捡灰的话，那你定格是不是等一下要一起跑？我等下用杯杯飞吗？我是 Switch 欸，大哥，我现在是 Switch 欸。休息很像婴儿，有些人几乎一天休息练全身。昨天遇到一个很好笑的，本来要练腿的，想想说算了。不是啊，那个正常好不好？你说因人而异，但是绝大多数都一定要休息啊。那你现在讲说因人而异，你是叫我不要休息是不是？是谁？哦，小黑，捡金人。你忘记他现在 NS 是白车啊？安妮是去睡了没？安妮，安妮，你是去睡了吗？安妮，我那么可怜，没办法，我用手机直播，那是你的事情啊！我哪一次用过手机直播了？那是你的事情啊！就动不了了，欸，每次来这边都会动不了，欸，好烦哦，呜呼，来了来了来了，我知道就缺我了，我来了，来感谢我吧，这是国际服还国服？国际啊，怎么会去玩国服呢？为什么要拍照？想要飞吻。可以再一次吗？我刚蹲下。一直拍干嘛？有病啊！
棉被喵安安。在寻找31颗。啊，明年初估计就可以有12亿了吧？我觉得还好哎、欸，因为那个回忆真的是太坑了吧，没办法自己挑回忆。哎呦，叮！跑金的速度真的好快哦。还好吧，就刚刚深渊跟镜格旁左边番茄帮我，我这里，等一下还有方舟要跑啊。方舟小王子还没跑，对耶，繁星实况不是也有十年没有啦？有那么老没有好吗？要瞎掰好吗？我的粉专已经快10年而已好吗？已经没在用的粉砖快10年，应该说我开始从事画画快10年。喂，嗯？怎么降落不了？繁星会先12亿，还是先把先祖面具拿完？会先把啊？你是说剩下两个面具吗？那肯定是先12亿的吧？剩下两个面具，一个75，一个125，加起来也是200。200啊，不就跟那个跟雨妈面具差不多？我雨妈面具也是跑了快3个月，肯定是面具先吧？我刚刚是说12亿吗？肯定是面具先吧？而且你要想面具你可能碰到的是光翼你可能碰到的是副科先祖是重复的有吗？面具一定是先拿完的啊。灰了，克洛燕我跟你讲，我那个蜡烛收下去，我白色蜡烛收下去应该有280了啦吧。我从这一季开始就没有领了。你刚刚说12亿哦，那我讲错了。我说我刚刚也是12亿，怎么可能？肯定是面具先吧。我刚刚是想这样讲啦，白痴！我还没有12亿过，你快了吧？你如果回忆里面全拿的话，应该也快了吧？不是，应该也快了吧？你一定12亿了吧？你是没有拿吧？你不是玩很久了？你白鸟都有请问你都在干嘛？你可以拥有，只是你不想要拥有而已吧。这人在干嘛啊？还不点？
我那时候觉得左下角说那个插图很好看，就是那个啊，那个装麻二麻花那个，好懒，对不对？就是你没拿而已啊。你看左下角那个图，就是麻花跟那个两翼的那个插图蛮好看的。不好意思，赶快带着我飞好吗？啊，算了，都灰了，那个不拿了，那个不拿了。嗯嗯嗯。等一下还有五个亿要拿，多少？179，不对，178。画按照自己的身材画有大鸡鸡的时候，我就不喜欢那种大大胸肌的啊，我看起来很恶心哎、欸。嗯，我等下会不会吃东西吃到睡着啊？我去带那个颈枕有没有？可以靠那个靠脖子那个东西，直接到那个餐厅里面去吃。吃完我睡一下，吃完叫我东西。好。啊。我还是觉得很好笑。我现在跟那个那时候定位跟服务员说，他说：“请问那你29号会到现场吗？”我就直接真的回说：“怎么了？你想见我吗？”天哪、啊，脸皮怎么那么厚啊？嗯，等一下，是我失忆了吗？在哪？哦，服务员不会有问号吗？重点是那个服务员不算是正妹，他应该也是真的满头问号啦。我说这样，你连我也想撩是不是？你连老娘也想撩？我想他如果是正妹，我才更不敢撩啦。
坦白讲，应该是这样子。忽然想到玩这个都在蹭图，我之前也是啊。要不是想说要开始要带人跑图，然后又要实况，然后从头到尾都在蹭图，又很丢脸。我想说好啦，开始学会自己怎么跑。所以刚实况这一款的时候，那时候很认真在学。学遁地跟一些跑图的方法，像当时就是刚学会遁地之后，是从进阁一楼直接跑到二楼吃门里面的辣。好了，剩下方舟的了。我在这。哎呦，玩多久了？哇，还没两小时哎，有哎，点睛人有进步。我想说，安妮，不然我们早一天来，你去抓兔子，我去刷那个，我去刷黑色裂空座，我们看看谁先出来。有没有很我们又可以聊天啊，又可以刷自己还没刷到的东西，这样不是很棒吗？你还可以开个日马打任务。对啊，我刚刚就想说等一下如果提早刷完的话，剩下时间来玩日马。哎、欸、不好意思，总非凡了。不然你睡了没听到，然后你记录档吧。那安妮晚安，晚安妮，晚安你好。我到现在除了六虾，你会六啦，至少你会六了吧？哦，除了六虾跟速跑大概都会了，但是我撑一年多了，玩废了，看错了。那要开赌盘了，开手赌盘，看谁先刷到吗？那会有三个状况哎。你先刷到，我先刷到，都没有刷到。试炼有想剪吗？他们有跑再去蹭，不然我没有很想要跑试炼，太久了。啊，哎、欸，现在杯杯可以的话，那就除了，哎、欸，好像可以哎、欸。没事啊，晚点等他们有跑试炼，我再跟他们蹭。反正现在就是我剪完所有全地图啦，是啊，不啦，惊人是20个嘛，不，剪完全地图还有20个没剪嘛，试炼4个啊，然后试炼4个，回忆6个。惊人大道10个，反正就20个嘛，就加20啊。你看我现在几个了，178加20 198，所以带两个副科，如果是我没有的话我也12亿了。但是我不可能12亿啊，我每个礼拜都在献祭，那个回忆一个礼拜我顶多就回两次而已，那就献祭了。好了，换游戏。你要开什么赌盘啊？哎、欸，不知道哎、欸，我在图奇这边没有忠诚点数，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挂台的动力耶、欸。在想说还是回去开 YT 好了。哦对，没有什么小忠诚点数挂了也没什么感觉。哎、欸，都还挂吧。怎么吧，这就是外挂啊。
要阻止人家，人家玩开心的，对不对？他玩他的，不要耽误到，不要干扰到我就好。走开，不要理我，不要看我。啊，多买一点好了。不行，买了。四小时后开启，请稍后再来。哦，我以为可以一直买。看，难得我花辣买东西。这到底是干嘛的啊？我还没玩过。这个是直接把螃蟹顶在头上而已吧？外挂加起来，你再想想。要把我抓去怪怪的地方。好的，一天一次。哇，来看看我的魔法。哇，下次彩虹日我来抽了，我要开始买了。之前想说这轨迹我自己也平时都没有在用，我还想啊，来抽，开抽，开抽。哈，还有有关有效观看到底怎么算啊？有效观看就是有在打字啊，就今天100个人在看，但是有你是说图奇还是 YT？ 图奇我忘记了 ，YT 就是你要有打字，然后有吃到广告，有点好像是要有点掉广告才算有效观看。你全部看完广告好像不算有效观看，那个只会被认定说在挂台，然后根本就没在看台，懂吗？有效观看是要你要点掉广告，然后又要打字才叫有效观看。可以把螃蟹顶在头上，然后整个人缩到地面里面，有人接近就可以跳在下了。哦，所以跟蜡烛很像，对不对？我看一下，盼盼的应该在这里。北七盼盼，你看啊，我想说，哇，盼盼是不是出事情了？来，想要看一下，安慰他一下。一点开，北七盼盼，白痴盼盼。如果是 YT Premium 有效观看吗？那你就吃不到广告啊！你要怎么有效观看？苦恼平均一直达不到标，平均达不到标就是那个啊，在线人数啊。图奇主要是看在线人数啦。啊，你看，就是因为盼盼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去帮你刷广告。也不这样讲。好啦，光遇先到这边啦，我们来换游戏吧。啊，不然来抓一只看看好了。啊，抓到一只裂空座啊。啊，你要不要来赌？就是我们改天来这样玩。你去抓兔，我来刷色尾。可获得白金点数。对耶，这怎么他说什么？我获得白金点数在哪边？在哪里？我真的不会用 Switch。他说我获得白金点数，请问我要去哪里？噔噔。完了，晚点再跟安妮私下来问问。安妮，你要睡了没啊？就露脸，想再想一下。好像不是这吧？不是买东西的地方。东寮。露给安妮看大鸡鸡吗？她看过啦。
欸，你们那时候跟我讲说什么点数要记得花掉还是什么之类的，每天每个礼拜好像上去看，可是我都忘记在哪边呢。白金点数就是从你头像那边这个，喔，嘟嘟，然后嘞，这个吗？嗯，左下角那个，点头向后左下角。嗯，先回组下面。哦，这个哦。然后嘞，哎，欸，有哎，欸，有硬币哎，欸。哎，欸，头像在哦，这里，这里，这里，找到了。哦吼，看看有什么可以用。哎，欸，都是安妮喜欢的哎，欸。萨尔达。哎，欸，它上面写两日是什么？剩两天是不是？剩下两天。没有兔子。哎呦，萨尔达，这是最后一波头像了啊！你要不要买一买？十月份寿星就这些，啊，你要不要买一买？好了，就刷一次裂空座了。我在打日马。啊！对不起，真的要升太大了，好痛。嘟嘟。等下萨尔达会不会有新作品啊？有新作品，我下次就玩啊。哎，欸，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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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头，是说繁星健身都穿什么？穿衣服、穿裤子、穿内裤啊？我穿什么？你的问题好像有点奇怪，欸，但是穿衣服啊。哎，欸，没有彗星，哎，欸，太好了太好了。还不要嘞。太扯了吧！啊，对对对对，有个游戏，我来玩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我弄一下。这个他是说，嗯，打开，然后我开一下皮哦。我总会有视讯的画面啊，好危险哦！我把视讯删掉。视讯移除，确定移除。然后看一下我的 OBS 上面有个视讯，哇，太恐怖了吧！欸，不好意思，我打不开欸。等待更新下载什么意思？等一下哦，我的 Steam 好像在搞。移开。移断线，那就断线啊。可惜，可惜什么？
这么说起来，你白金商店里有萨尔达，你之前有玩过旷野之息哦？没有啊，完全没玩过啊！你要再看一次吗？拜托，有玩过的话，怎么可能跟安妮的对话内容可以这么少？你看啊，这是我所有的游戏嘛，对不对？没有啊，没有旷野之息啊！啊，宝可梦、光遇、动森、斯普拉顿、阿尔宙斯、碰、剑、伊布，没有啊？该不会是你生日那天有下来？对啊，可是我记得不是在 Switch 这边啊，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分类里面啊。所以这是危险的东西啊。哎，不好意思，他怎么都在更新东西？哎，该不会玩不了了吧？天啊，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他有好多东西要更新哦，有一半都是宝可梦。哎呀，我本身就很喜欢宝可梦啊，只是后面是因为没有机子，我才没有玩。不然剑盾如果再早点有 Switch 的话，我肯定玩爆，好不好？集聚战给他刷爆，刷到爆！哎，好扯，真的卡住哎、欸！你给我动哦。好，我看一下，那这个可以更新了吗？继续，嗯，等待更新下载，管理。解除安装，解除安装。等一下哦，白金商店是直接看会员资格提供购买，并不是游玩过才会购买头像。看吧，更新。哇，我要一个更新哦！等一下哦，我更新到这边要多久？更新下载，更新，更新，更新。已暂停，为什么会已暂停？更新，继续。哎、欸，不好意思哦，它好像有点久，你们等个十分钟。平时不更新实定游戏，哎、啊、又不舍得删掉，导致一大堆东西已暂停更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回事？继续，继续。什么意思啊？解除安装。哦，我后悔了。安装。嗯，完成。NS 的光遇什么时候才有更新吗？不知道，谁知道？有谁有小道消息吗？没有啊，其实可以直接不用开，只是我想说，他说要丢一张图片去挡住题目，啊，我又没有什么图片可以用。启动是，哇，那我先设定是不是会跑掉啊？先看一下哦、喔。阿们，不要不见，好像不见了哎、欸，还在、欸。等一下哦、喔，啊、视讯追踪，每次点开的视讯追踪都好紧张哦。来，我看一下哦。游戏有了，有了，有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然后他有没有看哦？将你的视讯放在这个右下角。
好，有这个。那这个游戏咧，跟你画我猜就是其实是一样的。他会给实况组题目，然后给聊天室的作答，但是这个只会读取到退取啊，所以 YT 这边要打字，可能要来退取这边打。所以你们猜到，可能 YT 猜到答案，可是他只侦测到图七。对啊，所以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要玩这款游戏，所以我才会想要来图七玩啊，不然我干嘛放弃 YT 来图七？他其实有 YT， 哎靠！这个是我从七兔那边 A 来的游戏，你玩过了，了不起哦，了不起哦。不好意思，我的笔嘞，我找到了。好的，你过来了。啊，画这个就好了哈。哎、欸、靠！哦，哎靠呗，这个哭啊没跟到，哭什么？哎、欸，他只能画到这里，哦，好吧。来教大家画画。哎、欸，它没有显示几个字，哎、欸，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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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刚好跟人玩电话机，玩的超好玩的。你说，怎么都那么简单啦？哎呦！没了，我是很想再画其他的啦，可是我觉得你们会说我太拖戏了。是应该叫呆鱼玩这个啊，他不是最近也在玩这个吗？不，呆鱼不是最近也在开台吧？还是应该叫小妞来玩，小妞该开台咯，正在选字。我想一下那字怎么画哦，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吗？等一下，好丑！他可以扛，哎、欸，可以耶！不好意思，你在羞辱我吗？等一下，我找橡皮擦。啊，对不起，画错了。一下，他可以全部涂掉吗？不好意思，哎，我全部擦掉好了。我看错字了啊！我想说你们怎么可能猜不到？看了一下，我看错字了。对。
哦，还有时间的哦，白痴哦。对不起，我在那边乱拦，我在那边乱搞，抱歉抱歉。女人，哎，那几题呀、啊？难了啊！你们慢慢发，慢慢想啊！两个字，慢慢想、啊。我仙人掌不会这样画好吗？不要想太难。我看到时间了，那时间在下面啊。他几题啊？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感谢捷云的会员，感谢。傻眼，我也很傻眼。一共15题哦，好。好像这样子而已，不然加个这个好了。你怎么会出现那个蓝蓝？你好，那个蓝蓝你好。
什么时候把你调出来了？教室你刚来，哇！没有，这个游戏一定要在图七打字啦！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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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啊，它不会显示几个字，啊，只会显示猜对人。啊，只是很烦的是他有时间限制，我以为没有，让我画到爽啊，可惜。那你现在在上班吗，蓝蓝？我。还有两题，还有三题，两题不知道。嗯，欸，它有些是大陆用词欸。你现在没有，你现在是给养了是不是？还是你今天休假？行话太难了，哭啊！上份不做了哦，你是说你当店长的那个你没做了？你看，我们关系到连你没工作我都不知道了，天哪！哎，这个光遇题哦，好不好？这个有关光遇的，好吧？你知道欸，你知道欸，欸，一个只玩几分钟的人赢你们这些玩几年的人欸。我想说哇，蓝蓝打错字猜得到欸。你们太弱了吧，这什么啊，欸，好难哦。哈，这个要用颜色了，不然你们看不出来。啊，它另外一个名称是这个啦，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啦。哎，欸，这个，猜一下这个。两个字啊，加油，各位加油，两个字绝对猜得到的。哎，欸，是芭乐，但是芭乐的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啊，番石榴是另外一个。哎，欸，不对哦。等一下，番石榴好像才是欸，等一下啊，石榴是那个啦，里面红红的东西啦，白痴，我画错了啦。
我记得是吧？哦，对，石榴是里面红红的。抱歉，懒懒，我很抱歉，我错了，对我错了。因为那天才有人在跟我凹说石榴跟番石榴还有石榴石的故事。他分数怎么算的啊？怎么会那么多个二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万呢、欸？红色玉米，你确定会有人画猜得出来吗？石榴是红色玉米吗？不是哎、欸，石榴是一个很像洋葱里面切开是红红的东西吧？你们要去查一下，它不是红色里面洋葱很像那个吗？右上角跳不停，我右上角。红红一颗一颗，它剥出来很像红色玉米粒，所以我怎么会知道？啊，为什么你是201744？这边阿丢是70227，回合排名，还是你有跑去别人那边偷留言？哎、欸，15回合哦，这边可以调哦，哭啊，50哎、欸。它可以调到50回合欸。90秒。好，懂了。你第一次玩的说。好。我们再玩一场来玩日麻。感谢捷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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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内，两个字两个字，加油，要花细一点。有啊，你们都猜很近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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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说我画手上的东西，你们会不会看不出来是什么？有了有了，有人猜到一个字了，加油加油加油！谁那么强？感谢毛西，啊，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也、欸、太。毛西你好强！哇！才第三个人还没画完，等一下，我要确定我没有会错意啊。好，开始喽。欸，这个。
我不行了。哦，码头是不是那么强啊？天啊！它可以调蛋吗？不好意思，这些没拆薯条的是什么回事？不好意思，你们这些没有拆薯条的是什么回事？你们是忘了薯条这个号人物了啊？那个乌鸦是什么东西？哇，天哪！现在不好意思，我现在太快乐了，等我一下，我去查一下哈。我在想说这个时间点可不可以画这个东西啊？不行的话我就还是不要好了，这个时我们晚上再来画车图啊。不是，他两题都是鸟类。等一下，我刚笑到眼泪掉下来。等一下哦，我擦个眼泪。啊！好了，我好了，这样应该就好了吧？什么东西啊？你还打什么？啊，刚不是说鸟类？你们猜什么？哎，其实你们都猜对了啦，只是字数不对啦。什么叫炸鸡啊？光遇什么时候玩？要玩什么？我玩完了哎、欸。啊，标题改一下，抱歉，抱歉，抱歉。哎、欸，十一点了哎、欸，等一下、喔，等一下、喔，等一下、喔，那光遇结束。结束，再乱玩。完了，我好嗨哦！这个应该早点玩的吧？可恶，我当时为什么不早点玩这个游戏？第一只鸟是什么？白鹭鸶。啊！晨晨是不是有延迟啊？哎、欸，晨晨，你重整一下，你延迟超严重的、欸。好了、哦，对啊，你延迟超严重、欸。
哇，只能画到这边啊，给你们想象力了。哎、欸，我没记错字吧？等一下我有点视觉疲劳，这个字吧 ？OK OK OK， 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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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哦，欸，会不会玩到我不想出门啊？是不可能啦。错，啊，好像有点玩过头了哦。等一下啊，等一下，我擦一下。点点点是怎样？不好意思欸，要有想象力欸。难道要画这样子吗？你们才满意吗？难道要画这样你们才满意吗？什么？啊，要认真画的话很无聊欸，不认真画啦，这种画就很无聊呢。欸，然后这样子吧。好，三题四题三题四题。欸，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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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回来了，没错，又是他。没错，又是他。不是啊，我今天完蛋了！我去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再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做个功课哈，等我一下。怎么又是他？没办法啊，他可爱啊。
什么话、啊？完蛋了，没人知道他是谁吗？完蛋了，完蛋了，我要被骂死。啊，对不起，我忘记我的客群了，完蛋了。啊，就这样、啊，我死掉活该。不是，他另外一题是斧头、欸，哎，斧头，我想说画巧克力又太过分了。我这个截图给大家看好了。哭了都，这玩不了啊，系统不知答案啊。不懂，没事。啊，他被叫水球啦。好啦，不闹了啦，都认真画啦。我就画太深入了，你们好像又很对不起你们。我是不是不能乱画、啊？我觉得乱画有时候觉得很对不起你们啊，就认真画就觉得你们知道，哎，好啦，不然就比手速好了，有没有？下次啊，下次我就不要乱画了。下次我就不要乱画了，不然那些猜得很认真的，然后被我那边乱搞，难怪会打点点点，对吧？繁星，你好扯。好了，这个游戏就到这边了。不好意思，我就我在那边乱玩啊，这个下次再来玩。因为那时候一直想要测试这个游戏，但是一直忘记有这款游戏的存在。嘿啊，先来打末日玛吧。嘿，哎，有些可以回到 YT 了，好吗？你们可以回到 YT 了。这个游戏先这样子，下次再来玩。我先把我放回去。不不，哎、欸，看久半脸，突然看到自己有嘴巴，感觉好不习惯，对不对？安心，下一点，下一点。有才那个水球，我贴给尤里看的。啊，好啦，这个先关掉。来打雀魂，打雀魂！我早上其实有去七兔台稍微打了一场，打到十二点。哎、欸，不行，我们打一场就关台，我还要洗澡，我还没洗澡。我想一下哦，因为如果我洗澡弄一弄的话，半小时搭车。十二点我一定来不及，我们一场结束好不好？抢到的就抢到，没抢到的就算了。你在外面，
我还没洗澡，我昨天有洗过啊，出门前先洗澡嘛，万一我身上的汗味臭到别人怎么办？不是，我出门一定会先洗澡啊，洗完澡回来会再洗一次澡，这是礼貌啊，不想让人家闻到我身上的味道。给他们闻我沐浴乳的味道，不要闻身上的味道，不会觉得臭啦，那是你在讲。31196，按麻将一局可能会很久，不会啦，我可以临阵脱逃啊，我可以跑啊。你给我打快一点哦，你们给我打快一点哦，我迟到的话是要在外面钓鱼的，我不能进去吃东西的哦。还是我骑车算了啊，如果骑车的话我是可以打到12点啊，可是我不想骑车，因为怕今天下雨。而且刚刚那些题目有些真的都是大陆那边用词，不是有些啊，全部都是大陆用词。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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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感觉会更久。啊，你们那些烂线的就不要抢进来了，拜托。会输，会输。八九。啊，再来一张吧。那把人飞了就没问题了，对啊，这是理想的啦，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理想范围。放枪就哎，对耶，来，你们要什么？肯定要发财的吧。喝水。欸，焊完你要不要睡啊？感觉你整天都在欸。你要不要去休息啊？ドラを出しちゃった。戻ってこい。ロンです。我因为你而在。欸，那好像林俊杰哥对不对？打六张万字真的是衰，还好吧？他只是不。我想他手上要么都是筒子或是条子，只是刚好一直摸进来万子他打掉。信不信？谢谢繁星关心。没有啊，是真的啦，时不时就看到你在，又觉得很担心你的身体。应该是混一色，一定是混的啊。没事碰个西风要干嘛？李姐姐，那至于刚刚那个画图游戏。改天啦，再图区再开一次。嗯，感觉可以深夜画个一些母汤的图，然后不留档，然后只留在退区档而已，只留在退区。番茄，下播就靠你了，番茄。啊，没料。啊，没料。哇，三呢？痛哦！番茄，下播就靠你了，番茄。不好意思，我今天是缺三元牌，我一直还没离到。我觉得那个游戏很难的是，大家都被繁星
调教到很神。没有啊，我觉得就是画图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要想象力啊。啊，我之所以之前跟他们讲说你们画画不要拆开来画，就好比什么日月潭，又画一个，又画了什么两条线嘛，分三张图，就一个日，一个太阳，一个月亮，然后再画两个人在交谈。我说你不要这样子画，你这样子画很没有，很不会进步，你这只在拖时间，类似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比如说爆米花，你其实就可以画个爆米花，或是人家在看电影，手上拿爆米花这样嘛。啊，你要画一个什么爆炸，然后米粒跟一朵花，这就是很没意义，因为你只是把三张图拆开来画，你要把一张图里面就是融合起来会比较好。就任务没有三元牌，我今天任务就是三元牌。懂吗？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他们这样画画很没意义，是主要是拖时间跟闹而已。啊，想说反正那是他们自己玩，我想说就不干涉太多嘛，毕竟是人家自己在玩的游戏。全部打出去，终于大三元。哎、欸，我半夜打了一场，就是我把昨天两个红中，两个白板，两个发财打出去，我是在狂骂、欸，没有，就是他来，好，关台咯，各位关台咯，谢谢火鼠，我也没时间看我的任务是什么，没事啦，关台了，关台了。天下無雙呀，接通安安。好了，下播了。任务啊，哦、不是三元牌是昨天啊，场风自封是不是？啊，好啦，这个我回来再来解好了。好啦，感谢今天，误会了，白痴哦、喔、哦。好啦，说晚安环节啊。那虚线之后，我开始一个个说晚安。那，哎，开始，再打一次。啊，汉王晚安，毛西晚安，粉尘晚安，信晚安，陈燕城晚安。好，没解下去，对，我解下去说，哎、欸，奥德任务嘞。好啦，杰通晚安，雪莉晚安，樱花晚安。晨晨讲过了啦哦，日升暮月晚安，感觉好像在哪看过你耶，不好意思，我记得好像低到哪一台有看到你打过字。好，以心雪晚安，空余晚安，夭夭晚安，组织哎，刚刚才聊到你耶，哎哎哎，听说你有玩光遇吗？哎、欸，白痴，我加好友。听说你是配音的嘛？你要加油、哦，要加油，要加油，好吗？好，鼠子晚安，白熊晚安，迪恩晚安，泡芙晚安。好啦，奈波都打字了，奈波的晚安。好啦，就先这样啦，感谢大家。YT 这边 ，YT 这边应该是没人，我等下洗澡了。还有安妮，赶快睡哦。赶快休息哦，虽然不知道你在不在，赶快休息哦。阿旺在开台，带过去吗？嗯，我看看 YT 可不可以带人哦。安妮，等一下哦。安妮，晚安啊。不行，我相信他听到这个声音绝对会睡不着。应该说，安妮，晚安啊。好啦，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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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内容直播影片编辑，他会笑死，他会爽死吧？怎么会笑？他只有我在做一些怪怪的事情才，我不能带人呐、好吧 ，YT 就原地解散。那退去的话，我看看喽。我爱说们洗澡休息，会啦，肯定的。哎呦，阿发在开台，阿发是跟杰克打吗？等一下。他说高成功，高成功，看来不是。聆听起来不像是非常喽。好啦，再去阿发台。好了，RAAID。好啦，我们去发发台啦。那感谢大家啦，大家晚安，辛苦大家早上来收看啊。晚上如果我赶得回来的话，那就跟安妮玩好不好？跟安妮玩魔物猎人。看看可不可以再带他笑到完不了。好啦，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